有一些重要的时刻，我们一定会拍照来留念。但是有些就是你会搞不懂为什么他这个也要拍，就是明明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为什么这也要拍？比如说拍绿茶嘛，不会之类的之类的。为什么？但我也想要拍你啊，因为你长得像宋慧乔啊。哦，你真会讲话。你长得撩妹干什么东西？真会讲话。因为有一些重要的时刻，以前可能没有机会把它拍下来，对，因为可能带的手机很大台，真的，我不会随身携带。但是现在。手机又好，手机好，对，手机就已经是代替相机了，没错，对，而且现在手机还有那种什么4K 的录影，就是已经比相机还要厉害。以前相机是黑白的，对啊，哦，你那蛮久以前，黑白的这么大台，你确定？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记录每一个 moment， 没错，但是会有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拍太多不必要的照片，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跟一群女生出去，永远都是，哎，你这个帮我拍一下，这个帮我拍一下，那个帮我拍一下，我在旁边就会觉得够了，拍够了没？有一些女生就是刚好，哎，也工作需求会自带摄影师。嗯，你也蛮爱拍照，自带摄影师，对，他也很爱拍照，他也超爱拍照的。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要把好的。这种 moment 记录下来，因为你记录肌肉比较多吧，肌肉是一环，肌肉是一环，一环，这只是 part of life， OK， 重点是拍照这个人拍的人很重要，但你知道每次打开 IG 全部都是他跳出来秀肌肉照，全部，你一天至少会 po 个大概6-7篇，对不对？对，我 IG 和 FB 不好意思，就像一个电视台一样。但是，对，不过有些场合是真的一定要拍照，就是有些特殊的，比如说跟特殊的人一起工作什么，这一定要拍照，一定要的吧？因为尤其跟名人嘛，我们虽然也在这一行，可是还是有心仪的偶像。有。对，我之前有一个也是让我印象深刻，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去 Golden State 的主场，那个明星赛看侠客欧尼尔。Shaquille O'Neal， 哇！你帮我拍一下，帮我拍一下，因为我一个人去嘛，然后就找随便一个，哎，可能也是 some Chinese， 就华人的，对不对？我们华人一起嘛，哎，帮我拍一下，哎，回去看照片，有照到 O'Neal， 只有下巴，头不见了，他216公分，你知道我在拍，哎，这怎么只有下巴？然后他就闪，对啊，好可惜，太可惜了，可惜，我碰到这种事会呕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moment。对啊，恩婷呢，你也有。我之前是，真的，反正那时候我就在电视台拍戏，然后就拍到一半，我朋友是那边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就跑过来说：“哎，到你了吗？”我说：“没有，还要等很久。”他说：“那你现在马上过来。”我说：“去哪？”而且我穿超邋遢，我就穿拖鞋什么，因为我还没有换那个戏服。然后他就说：“你跟我来就对了。”然后我就：“好好好。”我就超丑那样。他说有一个很红的巨星在那边宣传录影，对。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是谁，他不跟我讲。然后我就整个就是超像工作人员。然后因为我又不能被发现，我穿拖鞋，我就头低低这样子，然后跟着我朋友，因为他有那个工作人员的牌子，然后我没有，我就进去，结果就看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在那边录歌手录美食的节目，然后可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就是要结束了，撤了，对，因为他通告非常多，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跟人家拍照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就有工作人员说：“哎，不好意思，让我们拍一下什么的。”然后大概就一两个人很快速的上去就跟他拍照，但他人非常客气，可是他经纪人可能就说：“哎，时间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我明明就不是工作人员，但我就整个给他这样钻进去，好像我也是工作人员，我就马上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后来，但是出来之后，我觉得天啊，我就是一个迷妹，就是这个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吗？到底是哦，近藤老肖，这近藤，没有很邋遢啊，还好吧？没有很邋遢，没有，我下面是拖，我手还比。看错重点，我下面是夹脚拖，就是我知道跟他拍，怎么可能穿这样？可是啦，这个算是蛮完整的照片了，这很 OK 啊，没有失焦也没有糊掉，对啊，就超 OK。我拍了大概2秒，拍的那个人技术也很重要。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手就说，哎，很好拍，然后他傻眼，因为。
我不是工作人员，然后旁边人家想拍的不好意思，然后我整个已经觉得算了，反正应该没人知道我是谁。他拍的，而且是由上往下这个。对他拍的很好，然后拍完之后觉得，通常这种 moment 就是很紧急，只能拍一次。对，所以拍的人他就拍了一张，他就拍了一张。有一招你刚刚说的一个重点，现在手机都有 4K 的功能，对，4K 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你可以录音，然后就是直接截图那个照片会比较 OK。所以你如果是很急的时间要跟一个名人拍照，你先用录影的方式，然后就是按 stop 截图，那个照片基本上是 OK。那时候已经没有时间想这么多，而且我朋友也傻眼，他根本没有想到我超不要脸。不是因为现场非常多人，基本上是没有人，就是他们可能去拍的都是可能他们比较熟的，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串出来的这样子。但是你当时候如果没有鼓起这个勇气的话，就不会。对呀，就不会有这张照片啊。这蛮值得，我觉得很值得，我真的超开心的。不错不错，也拍到了。对啊，贤哥拍的是。像情侣哦嘛，好羡慕。对啊，就可能第一次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害羞还蛮好的。不过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这一辈子我觉得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入围金钟奖。以后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机会这样子，所以还好。你那时候是最佳男配，男配角。对，本来是男主。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剪出来袋子修剪之后变得戏份变少了，就变成男配。可是我觉得 OK， 反而那男主角入没入？你看，对啊，因祸得福。男配角是最难，真的。对，因为我觉得竞争会更激烈，反正有奖就好了，你管他是配是主，对不对？无所谓。我也入围过一次，那有得吗？差一票。对啊，真的差一票。我听说我好像也是差一票。你是差一票？也是差一票。你是输给谁呢？输给齐翔。哦，那没办法，对对对，我是输给杰哥，高杰。哦，对，应该都是这种，就甘拜下风。这种其实输了，我觉得都 OK 的，就是说，因为至少说能够入围，对，入围就是肯定啊。有些人入围都还没办法。对，而且那时候就是整个很兴奋，然后也没有心，就是因为你那天穿的那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去盛装，摆一些什么相机那些东西，所以那天然后我在入围的那个场合里面，然后又遇到一个我。好久没看到的一个故人，这一位剪影故人，老朋友啦，不是故人啊，想讲话帮你走一下，他还在，用词要谨慎哦，万一他是超高人气的那种，而且那一次我遇到他，我是有点吓一跳，就是我怎么会遇到他，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他了，我大概。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是同一个公司，然后后来就是大家都各奔东西嘛，然后大概中间隔了应该有快20年没有见到。哦，所以你们以前一起共事过？以前一起共事过。然后你很欣赏他？哎，他非常的红，非常的火。嗯，让我猜一猜，我可以先猜。你猜一下。应该是你一直想跟他合照，但没机会的。对，是女生。是女生吗？没有啊，男的啦。男的吧，男的。应该是。没有，你可以讲一些。队长，不是吗？另外一个张若昀。你们可以讲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人吗？若昀，你在哎，知道？哪壶不开提哪壶。没有在红孩儿时代，我就是很欣赏你，我可以跟你合影吗？完全没办法。我有需要跟他们两个拍吗？要团圆。我相过一番人，都是他们的照片，好不好？我已经受够他们了。所以这个这位真的是巨星，好久不见巨星，而且那时候就遇到他的时候，我那时候有点吓一跳，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拍了一部戏。然后非常的火，非常的红，然后我想说他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受邀回来颁奖。哦，对，来了，那部戏我有看。而且我本来我一直想要跟他聊天，但是我那天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他聊，就刚好我那时候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是话不投机，你不要乱讲，不是话不投机，而是说因为你知道在颁奖典礼大家都忙跑来跑去嘛，然后我是刚好去后台，我去上厕所，在走廊遇到他，他也去上厕所，哦，缘分。缘分，天注定。边排边尿，边聊。那时候已经在颁奖了。好，我们来看看照片的剪影到底是谁呢？哦，四爷。那时候刚好拍那个《步步惊心》，吴奇隆啊，巨星算吧。巨星。以前你哦，厉害。在他在小虎队的时候，你是他在你师兄。算师兄。对师兄，我们差一年嘛。对啊，我刚好那时候就遇到他，我。其实蛮开心的。他有记得你吗？他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哪位？不是因为你穿那么帅。他有试一次。他记得我，他怎么不记得？走了之后，哎，马国碧加油。
所以有 po 上去吗？有 po 啊，就 po 在 FB, 这个赞一定超多的，哇，对啊，就很开心了、啊。哎、欸，他在影迷心中是有一种地位，就是天王的。重点是这一句，你在我们心目中更棒。哇，贴心的，真的、啊。故意截那一段啊？没有，他有十二个账号都是不一样名字。为了这个，我还有网军呢，神经病哦、喔。哎，说吴奇隆啦，不是他啦。不过是有点吓到，是说，哎、欸，他这么久没看到。他身形什么完全都没有变，他维持太好，有没有完全变？有没有变老的感觉？你也没有变很多啊。有老变比较肿啊。那个时候因为参加典礼嘛，因为那个衣服比较稍微 fit 紧一点，对对对，所以有让自己稍微瘦一下。不错不错，这个是很好的回忆，而且照的其实挺完整的。对，蛮完整的。没有失焦，刚好旁边有那个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照的。真的，你不觉得跟那个自己欣赏的明星拍照就是那种一期一会的感觉，就是拍完这次，我不知道下次能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真的，真的，一辈子一次啊，真的。而且你那么久没有遇到，然后你看在这个这样一个典礼，然后而且是擦身而过，我一看到，哎，师兄，可以拍一张吗？乱拍关系，这个不错。对啊，晨曦乱拍关系，晨曦有吗？我有，我有，我这个也是偶像，然后这个偶像其实有一点。坏坏帅帅的给人的印象，而且可能有一点距离，然后是一个港星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刚好就是报了一些比较不是很亲民的新闻，就是好像有狗仔在机场就一直偷拍他，然后所以他就有生气，然后就对媒体放话，就说你要拍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不要偷拍嘛，你就是正大光明的来拍，我都会跟你们拍。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想说，哇，我的偶像在电视上这样说，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有机会碰到他的话，我就顺便可以跟偶像照相，然后顺便测试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话算话，就只要有人跟他拍都可以，他都会很乐意拍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天就是正向的这个能量太多，刚好看完新闻的当天，我去逛夜市，我就看到他出现在夜市里面呢。哦，这个，这真的很像吴孟达，对不对？什么？达叔坏坏，他不坏，还是蛮慈祥。他演坏的啊，演坏。不是他。他真的是，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跟他照相？他旁边有很多人吗？很多人都一直侧目在看他们，然后应该都是跟我一样，就是想要找机会，然后前去跟他拍照这样。这个剪影，对，这个剪影西装头吗？刚刚上一位剪影也是，也是个同一位剪影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同一位剪影，同一位剪影。对。然后呢，我就是要上去跟他拍照，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打扰到他，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名人心态，就是觉得说怕冒犯了还是？对，因为人家就是私人的时间，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等他好像有一个比较空拍的时间，我再过去跟他拍好了。就一过去要跟他拍的时候，就已经有别人跟他拍了，然后我就想啊，怎么被抢先一步？可是我又不想要让他有那种哦，好烦。来逛了夜市，好像拍那个拍照会一样，一直拍一直拍，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等一下他好了，就先尾随一下，然后就尾随了。比如说他看到什么衣服，拿起来看一看，然后没有买，然后放回去，然后他走了，我就赶快把那件买下来，因为他摸过了。你应该冲过去说，我就是店员，你就是对啊，所以他在你心目中是很高一个位置。哇，那时候好喜欢他哦。大概多几年前？大概4-5年前，哎，那不远呢，不远不远，不远。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那一路，反正他摸过看过的东西，我都把他赶快买买买买买，然后就。好不容易是发现这一点，就是说死孩子乱摸，对啊，让你破费了乱摸。到了最后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有一个空拍，他们不知道在那边讨论什么，然后我就冲过去，然后就说可不可以跟你拍一张照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就我就赶快就是手机就丢给我朋友，就赶快拍了一张，对，完整的。哎，那时候是刚好工作完，然后但是有我记得，因为那时候妆太浓了，有卸掉啦，对，但是还是 OK， 还是看一下，只是这一位。神秘的男星到底是谁呢？哦，冠希。旁边那个谁啊？陈冠希。我啦。哦，你要，你要。你不要每次都乱认人。这很不像哎。真的，你才是马国碧哎。喂。哎，马国碧在看电视，我。他算是笑得很亲民哎。他很亲民啊。对啊，而且完全跟他平常荧幕上的形象完全不太一样。对。他平常是那种酷酷拽拽，而且他看到摄影机，他是会翻脸的那种。是啊，然后他，
然后我就回去立刻帮他消毒，就说我真的就是碰到他，他就是这么亲民的跟我合照。对对，他有时候也会被刻意被曲解，其实对啊，对性很好。就是有很多艺人朋友都上传说啊，我人生第一次登上小巨蛋是因为宪哥。对，可是很难跟宪哥就是拍到一张完整的，因为人真的太多，像我中间真的隔了十几个人，我觉得我拍到这样子算是很厉害。对啊，也没有遗憾的了。对，去过小巨蛋也没有遗憾。对对。查，我这个人是，我这剪影超酷的，是国际巨星哦，对，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后来就是他让我访问他，而且访问他，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是用英文吗？用日文，日文哦，所以是日本人，对，是日本人，而且他长得非常非常的娇小，而且比例又非常的好，脸又小，唱歌又好听，男生，而且现在呢已经在退休了。退休了，这很明显啊！还在吗？他还在吗？他当然还在啊，对啊。五个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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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厉害！对，我刚有那个机缘，然后我就访问他。几年前啊？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三年前。13年前。对，很久了。完全没变哦，即便他退休。对，而且那时候我没有像 iPhone 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完全就是 Motorola。真的。那也不知道怎么拍，后来就是刚好就是因为有一个报纸出来了，我就收集了那个报纸。哦，你翻拍报纸吗？对，差不多啦，就是会翻拍，然后我们自己也留下来一个剪影。对。哦，那你除了跟他拍照，还有一些什么互动之类的？就是在访问他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为什么要叫你去访问呢？不是，当然是用日文访问。他自发性的去。哦。我那时候会讲日文，所以我就访问他，所以我一直看着他，他就是。台剧不，我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台剧不是每天都可以访问的，对不对啊？台剧他问我台剧，我还会阿里阿斗嘞。所以他跟我说台剧不，那我一直看着。是因为你一直看着他，他对对对，自己不自在吧？因为我看到他完全就是放空了。他还关心你，你还好？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因为长太漂亮，就真的在我面前。嗯。而且那时候他是为了第一次来台湾的演唱会宣传。哇，你那个时候还在团体里面。那个时候好像是离开了，刚吵了，对，没有了，我就跑到东森去，我跑到东森去，刚好东森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访问他，对，看一下是哪一位好不好？来来来来，哦，哎，你在哪里啊？在下面，下面是你吗？不是啊，不是这个，那嘉文姐啊，哦，这个，对对对，那是你，对啊，哇哇，真的看不出来，真的好不一样，对啊，你这是。哦，你是访问翁倩玉是吧？不是，那是长得那也是像，长得很像，但那时候访问安室奈美惠的时候，哇，那我第一次有就是跟他握手，而且哦吓到我，全身都是手汗。他的手应该很嫩吧？对，超嫩的，而且超小的。超嫩，你像猪肉吗？超嫩，真的很软，真的很软。什么软？真的很舒服。谁手是硬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所以这个相对对你有意义啊。他也是今年宣布退休。对对，后来就刚好其实有这一张。真的没变呢。对啊。对，女神，这真的是女神。而且我们完成的时候也有在香港，就是我们去香港做宣传，后来我们就有一些。忽然碰到了，碰到了他，这谁？哦 ，Twins 的那个，对对对对对，阿萨，阿萨，哎，你们三个团员，好久没看你们合体了。之前呢，被一种怀念呐。刚好在路上逛街，看到阿莎，我们就跟他拍照。而且你的剪报都有留着，有都有。是一个好念旧的。我还有跟车太铉也拍过照。哇，车太铉，因为跟你长得很像啊。不是，没有，我就是因为关东煮啊，然后我们就有跟他拍，然后就拍了一些。还有何立秀。哦。那时候也跟何立秀。你还要电话？那个时候就刚好是录飞哥的节目，还就是刚好就是对，你都有留着剪报，都有留着。我那时候没有照片，就是剪报回忆，这是回忆，真的。一定要先用那个相机先，哎，等一下，我先拍。好麻烦。然后在那边瞧一堆脚，这个卫生纸拿走，这个拿走，什么拿走，一定要这样先。因为先吃就是可以分享食物占。IG 里面的话，那点击率算高，算高，对对，高的，高，食物还有音乐的，对，还有一些像是影像的，是反而是高的。其实，不过刚刚是重要场合嘛，跟喜欢的人拍照。现在大家很流行去吃饭前是相机要先吃。我其实有一个故事，是我觉得真最常遇到，让我觉得很烦恼，就是你说的，就是先一直拍拍拍拍拍拍再吃。
只是我上次在台北这样子走来走去，就刚好遇到一个朋友。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当好朋友啊，我可以跟你当好朋友。那就很好，直接吃对不对？对啊，直接吃。我在拍嘛，根本吃完再拍，吃完再拍没了，吃完就没东西，你拍什么？吃的很饱的感觉，你知道吗？个性蛮像。本身我在路边，然后遇到一个女生朋友，然后她就问我，哎，我要你要去哪里？我说我最近现在要去那个比较流行的那个甜点店，因为发现他们的网络的那个蜜糖吐司看起来很好吃。然后她就问我，我可以一起去吗？我说当然可以一起来，没关系。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店，然后就点那个蜜糖吐司，然后特别要求那个员工多加一个，比如说香橙的大颗的冰淇淋呀，跟一个巧克力球的哪一种？然后那个蜜糖吐司就来了，很漂亮。然后我准备抱的我的那个锁子 spoon， 就是准备要吃一口吗？女生的反应就是好快，等一下，我说怎么了？我们先来拍一张嘛。我说哦，还蛮好看，好值得拍一张。然后就拿我的手机啊，咔嚓拍一张。然后他也是，咔嚓拍一张。我说啊，准备可以吃。哎，等一下，我说你怎么了？我们要先拍那些 IG 的录影那个 video， IG 的录影，哇塞，现实动态，不是一般的 video。然后他就是用那个一分钟的时间说啊，我们现在在哪里啊？你看这边的环境好美哦。然后给你们看，哇，蜜糖吐司，你看我好漂亮。然后只要一分钟，我在那边一直啃。哦，可以。讲完了，好，我们准备开始吃嘛。等一下，我们要拍那个 boomerang 的效果，就是一直重复、重复、重复那个。然后烦不烦啊？要吃了没？我们这边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就是这样子拿那个蜜糖吐司，然后这样子做什么动作？而且超烦的。然后我是真的已经受不了，说我们差不多要开始吃了，对不对？他说差不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差不多了吗？我们连颗球都已经融化到不行，把我们的蜜糖吐司的吐司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酱，你知道吗？超恶心的，又软了，因为分不出来什么是香草跟那个巧克力的口味，全部都好恶哦，变丑了。然后我觉得值得吗？然后他就觉得值得啊，最少有漂亮的照片啊。我超傻眼的，而且我跟他说，你真的如果真的会拍美食，就要像我一样，因为拍美食你其实不要拍那么久，你大概有一个概念，重点角度拍一张其实 OK 了，就给你们看几张我拍过的美食。一定要就是上传很漂亮的照片，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好好享受？我跟你讲，有另外一招，你如果觉得美美啊，这是我拍的，哇，不错，非常棒，比刚刚上一个那个谁拍的很好哎。这是等一个，你是用手机拍的吗？基本上这个是用相机，可是也有手机拍的。然后因为它有景深，这个是冰淇淋啊，这个是用手机拍的，很厉害，哎，还不错，你拍酱汁流下来的感觉都有拍。对，而且这一切都是大概才上桌的大概30秒内就可以拍。你说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精准一点，对，然后再来一个，这个是。哎，武阳很会拍耶，很厉害。这是用手机吗？这个是用相机，上一个是用手机，然后看得我肚子饿了，分不出你哪个是相机，哪个是手机。这个是手机，哇，手机可以拍成这样。哎，武阳蛮会拍的，好厉害哦。还有吗 ？Jesse 的感觉，哇，这个是用手机，再来，你很厉害耶。应该差不多了吧？而且你有修图吗？好像还好，对不对？修图会稍微去调整它的 sharpness， 它的细细锐利度，锐利度，对，然后锐利度它就会自然的把颜色调出来。你拍的好有质感哦。因为第一个勾图，然后排版，然后构图好，基本的角度就 OK 了。那我说美食它就是要这样拍嘛，对，才会看起来很好吃，卖相就很好。对啊，这个会增加销量，而且看了会想去吃，你知道吗？对啊。这个不错，多好啊！但要时间内完成，才不会影响到放上来那个温度。对，因为基本上你要拍这些，你还要拍出来它的冒烟之类的。冒烟，它是冰淇淋不要融化。恩提，哦，你应该很讲究，这是你的。那是对我自己做的那个糖霜饼干，好厉害。然后有这个是可以使用，可以，这个是给黑人哥，然后是给那个子辰，其实做你们的，算客人做的吗？对我自己做的，好强哦，可爱哦。对，这都可以。如果想要订的话。要怎么订啊？我是有我自己饼干有一个粉丝团叫 NT Cookie， NT Cookie， 就我的 NT Cookie， 来来介绍一下，然后新台币 NT Cookie，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这个是 Jordan 的鞋子，哦，就是这样，黑人哥很喜欢，对对对，这个是，谢谢，然后我这个是。这个算是我最近期就是销量非常好的哇 ，TP， 对，它就是比基尼跟像就是比基尼一套这样子 ，TP 都挤在一起，它就是有就是好可爱。
等等，像这张照片，拍出来就会变，就身材变超好。对啊，没有，那是因为我刚好真的啦，一秒变那个童颜巨乳。你里面是穿这一套对不对？你穿这一套，然后就底下这一套，对对对对。那时候是我朋友办一个那个单身 party， 然后我帮他们做的饼干，然后刚好这次我朋友他们就算是就好玩帮我拍，就没想到我 po 到我的那个饼干的上那个网。那个粉砖上面就超多那种就是要办生日的，然后还有是学校有一些要办一些聚会，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你可以客制化，对对对，这个很重要，这种大家都可以吃。主要是你，我觉得你这张照片也拍得非常好，你的身材很好吗？就是会有一种食欲的产生。可是这个环节就是要示范一下拍照哦，你自己可以把它拍得美美的这样吗？一定要，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食物好像都差不多，拍起来其实因为我这是要销售的，所以基本上我不可能说我拍完我就用它原始的图去卖，那卖相就是对，但是你这个已经先加了很多分，因为食物本身就可爱，对，本身就很可爱，不需要调太多。我如果拍的话，我基本上是会调它的，也是像它刚刚一样，对，像五羊一样，就是颜色的可能饱和度这一块，对，因为你颜色越缤纷，其实卖相就会越好，对，所以我自己照片是我不会改到太多，可是像可以示范，可以啊，可以啊，这边，因为如果改太多，还是会出错，因为我觉得是照片之类的，他收到之后会觉得，哎，这怎么跟照片差这么多？差很多了，实体，对啊，所以就是可能还是要稍微把饼干就是摆盘一下，摆，对对对，然后。这个的话，这个垫在底下的这个背景也很重要。对，像其实如果在家里，你可以花很便宜，大概60块、70块可以去买一种布，它就是那种木纹的布。木纹的布。你拍所有食物，就是不管是甜点或是吃，都会看起来很厉害，很有质感。对对。但是因为我家里这个要吗？对对，就让他们一起。都要吗？对对，入型。哇，好多小内裤，好可爱。我会比较。就是要这样子，整个由上往下，对对对，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别挡到你的光。会不会可以？哦，这样就好看了，对，看起来有下摆盘这样，对，然后就是小技巧，就是再去稍微改一下饱和度就可以。嗯，像购物网站，对对。不然五羊，你刚刚拍的，对啊，你拍的这么厉害，对啊，你刚刚拍的可以啊，拍一下，你拍一拍。万一是你朋友拍的，来了，对啊。不是现场表现，用这个，用这台，用这台，他要他自己的，你要用自己的，是不是？你那个感觉比较厉害，不是？你特别滴滴，哦，你是用哪一个？我先用这个，那就用这个贴吗？可以啊，等一下再推荐一下那个 APP， 如果拍得好的话，不是啦，我现在解释一下那个摄影的概念。哦，要定义。哦哟，神社拍摄的，等一下，摄影的概念。拍食物，比如说我们构图要怎么样？不是构图的问题，是 DOF 的问题。DOF 是 depth of field。你没有发现我刚刚的照片，所有的我拍照的，其实我的美食跟它的背景是非常的模糊。对，景深，因为我们要拍的重点就是美食吧。如果你的背景非常的清楚，它就会就是模糊焦点，模糊掉你的 focus。对，会模糊到你的 focus， 你的眼睛会遭到不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刚刚的 idea 是非常的好。你如果找到一个这样子全绿色的，是全白色的，其实呢你眼睛不会找到其他的东西。对。可是我们常常在餐厅啊、咖啡厅什么的，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后面一大堆人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这么大到背景很模糊，光圈要大。光圈，所以我们用相机一定要打光圈，1.3 to 1.8，后面就不清楚。好抽象哦，是死人了。可是点到他的穴了，不是？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手上都是有专业的这样子的相机。A P P 有一个非常好的 A P P 叫 Focus。哦 ，Focus。Focus 的功能，它就是我就给你们看好了，不用解释太多了。比如说，我先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了。那我如果呢，用这个 A P P 的话，你们看哦，我就会定焦对焦到这个地方。哦。我先对焦到这个地方。就。等一下，还没有。他都还没拍，你们在哇什么？等一下哦。你效果做。你们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清楚的？对对对。可是这个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控制它的光圈。我如果把它全部拉到1.6，你看后面。啊哇。看不清楚，手机上看起来更，所以呢，真的，这个很棒，很厉害，可以看一下那个是哪一个 APP 吗？可以啊，这个是叫。
马伯贤自拍有来头，辛酸内幕大公开。准备哦，一、二、三。好，这个好。哎，这个灯好漂亮。是用这个控制吗？对，用笔控制哦。是不是比较没人帮你拍照的人都会用自拍棒？因为常一个人在家里，还习惯一个人。不是常，不是我习惯一个人。可以看一下那个是哪一个 APP 吗？可以啊，这个是叫给大家推荐一下 ，FOCUS 吗？对对 ，FOCUS。图像给大家看一下是哪一個？第一个这个 Focus， 而且这个是当天在 Apple Store 我都已经下载好了，但是今天开始在 Apple Store 推荐。哦，今天吗？哇，那我们算最近一波哎。所以这个还蛮好用。免付费嘛，对不对？是免费的，可是它里面有其他的功能是可以比较厉害，要付费打开。而且这个做了美食也可以拍人啊，因为它不会有那个吃光的问题啊。不过拍了这么多照片啊，其实会衍生出一个问题，什么？就是你是照片还是照片？骗人的骗，因为像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拍照自拍，不是可以修图什么的吗？对，你看到本人根本不是长这样。哦，差很多哦，诸如此类的，差很多，真的差。网友见面，尤其是惊悚片，哦，太可怕了。哎，有一些会是这样啊，就是他交友，他是用别人的照片，或者修到过头的。这种都算是啊，用别人的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我看过有女生哦修到夸张的，但她其实她也没什么修，她就是稍微光修一下，但是她就是她女生头发很喜欢这样弄下来这样拍，看起来然后往上拍，看起来就是那个好像瓜子脸有没有？她头发一打开的时候，你哇，脸在这边，脸在这边，很可怕，所以角度应该是关键，对，角度是关键的，角度低。然后修图第二，还有那种一定都很丑啊，就是爱健身的，比如说女生去健身房，然后他们就是想要表示说，哦，我今天有来练啊，或怎么样，他们就拍，他们会去调那个锐利度还是什么，就让自己肌肉看起来超明显，应该是修长吧，去把那个肌肉，不是，有一个功能是可以打阴影还是怎么样，有一个功能叫做什么戏剧化，什么锐利化，你按下去，你的肌肉线条会变超明显。哦，然后没事用。你知道那个吗？你知道那个吗？锐利啊，锐利度，或者它的翘臀会把它变大或翘一点。翘臀那个要修。更先进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平滑肚子，然后你拍之后，它直接就是可以套上，就六块肌或十块肌或几块，然后胸部也是，胸部也有，对。身体真的吗？真的，那个很夸张，他点下去是突然爆大，对，他就两个，他不会，跟你那个不是一样啦，就跟那个一样，就跟我刚刚那个照片一样，就是傻眼，就很不成比例，所以可以修啊，但是不要修太多啊，就可以，我没有，我是说如果要加可以加一点点，修也合理啊，可是我就真没有，你们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姐妹淘之间呢，有修的。如果认识的话，应该都绝对看得出来。对啊，吴阳，吴阳呢？啊，哇，你自己照片有有有，就是这里有，不是啦，怎么画的？不是，这是我妈妈啦，我妈，我妈，那蛮像的。你扮你说，小心，有什么意思？骂人家妈妈，等下扭打现在。这个是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妹妹就开始在网络跟我吵架。他的吵架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哎，妈妈都已经去台湾了好几年了，你为什么都不带她出去玩，就是出国什么拍照啊，你为什么带她出去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好烦，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忙，嗯，然后就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刚好我爸爸去大陆，然后爸爸在大陆都是有微信，我妹妹也是没有微信，然后妈妈那时候是基本上没有在上网，也没有在用什么 FB 啊，比较少，我就是用了那个两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吗，就是带我妈妈去台北的公园，然后就是拍类似这样子的照，我以为这是在国外拍的耶，没有，这个是在台北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张，对，是在台北，台北，它跟欧洲一样，对，太会拍了吧，强哦，太会拍了吧，还是因为主角是外国人，对，主角在国外，没有可能，拍的很好，对，然后我跟妹妹说我们在法国，
我跟妹妹说我们在法国的公演，然后妹妹超傻眼的，因为她超生气，说为什么不带我去，为什么不提早跟我们讲，然后我就不回信息，就是再隔一天再发另外一张，然后她是真的以为我们在法国，然后这样子一直把这些照片一直发给她。哇，还有这种前景呢，对，你会拍照真的有差哎，这是手机还是相机？这个是用相机，可是其实手机也可以拍得出来，就你刚刚那个嘛 ，focus 也可以，对，可以用那个 focus。嗯，因为好多人会以为相机跟手机会差太多了。是有差吗？是有差，可是最重要还是构图跟角度。嗯，对，构图是。妈妈应该很开心啦，因为妈妈开心，妈妈这个记录下来。哎，我觉得你真的蛮厉害的，可以把台北拍得像欧洲。因为我看见很多人去欧洲拍照，拍回来现在在台北。真的，可你还要去欧洲，我就觉得很无聊。妈妈一定是用这个当大头贴吧？这个很棒，拍蛮好的，我觉得拍。因为这个把它留下来，人都会慢慢变老，也会离开。但这些都是永恒的，嗯，美好的回忆。我的也是啊，我有带一些照片来，像我放，这谁？哇，我啦，是你吗？这里真的？对啦，哦，对，对，这是你，是我，这样看起来180哎，190哎，上面180，超模了吗？他也觉得我出国去玩，然后在欧洲还是什么的古堡还是什么外面，然后殊不知这只是就是华山的一角。哎，你戴眼镜是对的哦，华山哦，对，华山的一角啊，因为你的帽子很有异国风情，对，你的帽子很有异国风情，然后在那个转身的 moment， 整个。风衣飞起来，真的很像欧洲名模。这是手机拍的吗？这个是没有，我都会有时候会带单眼出去，会带用单眼拍。然后像这个，对，是大稻埕吗？啊，你怎么看得出来？老师，你后面那个大楼啊 ？Sorry， 我。哎，晨曦，你老台北，老台北，拍着拍着，你。啊！我会不会太强？我会太强了，强哎！你不说，我以为你在香港哎！别人真好，我以为你在香港哎！怎么看到香港？你敢说一下香港？新加坡啦，新加坡啦，新加坡！对对对对，怎么可能？你是在港边拍的吗？我一语道中吗？他刚傻眼，超强哎！哎，我这张抛出来的时候，大家说我怎么又出国了？不是，我想知道说你在欧洲拍照是会不会把它拍得像这样子，就像台北一样？这个有时候啦，就是也看氛围，当下那个 feel。刚刚随便拍，感觉像法国。真的啊，你看，你学一下，你跟武阳讨教一下。哎，我的也很好。哎，我的也很好，华生拍的那个。那个到处游历，你刚刚哪有看得出来？你刚刚哪有看得出来？我的错了，我的错。我的国宴哥一定是附和，好不好？哎，我的没有哎，我的怎么没了？没有人想看你的，不是？没有人看你的。哎，时间不够。没有人看你的，我有些跳、哎滑雪跟滑雪。你拍的比谁还烂？是有事啊！我在等待，我在等待。不是，观众没有要看。哎，我在滑雪，观众很忙。跳起来！我觉得拍这种美照，跟谁拍就是关键啊，那个可以加分的。难得一张照片，那个氛围马上提升。我很想秀给黑人哥跟子晨，让不用不用，观众不看，我在后置，给我后置。没，你传简讯给我。你看到两个勾就哎已读，你传给他还是未读？有回的话就代表拍，没回的话就是还好。OK， 北海道拍的。好，那拍美照很重要。那今天就来现场嘛，现场来玩一下，看看好不好？来，武阳拍照有一套，人人变王美。弟弟们，两位先就是这样子，坐在这里。这样子，跪着，面对面这样子。哇，好像好会哦。巴西人是不是？哎，再靠近，再靠近。Brazil 要干嘛？然后等一下。哇塞，哇，光这个构图就不一样了。好啦。现场呢有沙发哦，沙发可以做很多事情，真的，包含拍照。是，对，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场景来拍照看看。武阳刚刚看到应该算是 pro 级的，厉害，高手。哎呀，不然今天你可以拍这两位吗？可爱的女孩，我一个人拍他们吗？还是你想要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指挥他们呢。可以啊，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就是另外一个人一起拍他们。哦，做不同摄影师的角度去，你要有一个垫背的就对了啦。是吗？他扮演很厉害。好，不然这样，绿茶就你了啦。
用我。不是他刚刚有瞄你，我觉得好像有瞄你。绿茶瞄你的啊？哎，难说，搞不好绿茶也有。对，搞不好。对啊。你要不要先下载他的 APP 啊？不用他的 Focus， 什么 Focus 什么？来来来，两位美女，请进，请进。哎，你们要摆个？没有，没有，他有必要这么激动吗？来，哎，自己你可以控制他们。你要从哪边拍？我们需要闪开吗？从这边好，从这边好。好，这边。帅，国英哥在那边，这边。啊，不要不要。在那边。你可以用那个。他们的情绪是要怎么样？对啊。可爱的吗？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好。哇。哇塞，我真的拍得超屌了。反正脚才出来的，哇，好长。哪里呀？这样可以吗？非常好，非常好。一、二、三 ，beautiful。真的吗？一张就好吗？一张。还有再一张，再一张。你们要什么？Sexy, sexy, sexy, give me sexy. Oh yeah, baby. 好难哦。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h yes. 你们叫人家 baby 用啊。OK,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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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的，野的，真的叫不上。野的，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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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了，野的，野的，野的。哇，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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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哥挡到，黑哥挡到。专业，专业。一、二、三。OK。好。那五羊，可以先来。好，我帮你检查一下，等一下我们后置可以挑一张最好的。可以开始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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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的不错。请你们两位先就是这样子坐在这里，这样子跪着，面对面这样子。哦，好，哇，好像好会哦。巴西人是不是？哎，再靠近，再靠近。Brazil 要干嘛？然后等一下哦。哇塞。哇，情侣光这个构图就不一样了。一二三，是欧美的。别看，好，我先存这个。好。然后呢？现在你们就是在后面，声音没有那么大，你太夸张了。做这个动作，这样子。啊！哇塞！有羊厉害。一二三。哎，这个好，好，几岁也要？我也要吗？啊，你也要吗？好，拍了。哇，三个人。这样他构图就不对了。可，等一下，我想一下。你可以等，你先站在中间这边，然后坐。坐。然后你们两位是一样坐在他的左右。护法。对，然后我就是要你扮可爱的，他们扮性感的。哎呦。好。对，大概这样子。好。你是转过来这样。好。不是在。再过来。另外一边。啊，这边。对。我很讲究，然后脚在长，对，大概这样子。哇！怎么跳？很夸张！我好期待五羊拍的，好期待！一、二。一、二、三。好，这旁边怎么有一个怪叔叔一直在偷拍人家？我看一下工作照。OK， 看一下。Nice， 是不是？果然是，果然是职业级的水准。看一下，真的不错哎。哇，好厉害哦！哎，看一下查查的吧，真的，夸张，拍的不错哎，不错，是不是？你看五羊拍的，查的也不错，查查的怎么样？贤哥，我们一起来自拍好了。好，贤哥来一个自拍的。哎，怎么是自拍棒啊？好厉害哦！查查自拍棒，这个灯很强，还两边呢。它重点是那个灯，哇哇！好，准备哦，一、二、三。好，这个好哎。哎，这个灯好强。你是用这个控制吗？对，用笔控制啊。是不是比较没人帮你拍照的人都会用自拍棒？就因为常一个人在家里，很好看的，蛮习惯一个人。我是常，我不是我习惯一个人。灯好厉害哦。哇，好哎，给镜头看一下。而且那灯真的有差。因为还有两边有差。哎，怎么是这一张啊？这我帮你查的。因为我觉得绿茶这样蛮帅的。人家在笑什么？我抓得住你
你，对啊，你看你，你都没有人要帮你拍，只有我啊。刚刚查查也拍得不错，对不对？也要给他一点 credit。就是真的，哎，没有，这都是很好，没有 focus 哦， focus 就是有一种哎，好像小小性感，就其实真的对啊，就是其实绿茶拍的可以，是吴阳太强，对，有绿茶拍的对啊，哦，今天也看到很多拍照的技巧，对啊，还有分享你们很好的故事，谢谢你们，谢谢大家。